因主人啊，真无了解，啊，伊念不转，伊真无欢喜，啊，来得起运动会，啊，因的主人，甲我淡薄啊有缘啦，啊，都都，我都去因遐，啊，去找伊的时候呢，头都拢。公公对别项啊，哈七公八公我都甲敲入来啊，啊，啊，恁迄有诶真人真戆呢，因太太去念佛，啊会晓要修静，啊唔敢会带因太太来去跳舞，你较好较欢喜啊，伊才悟到啊，啊，阿伯真想阿罗叫因太太，哎。当时也敢想要念佛，你有哪歹去啊？啊，过来一个，伫通客运咧做经理，啊，迄阵啊，我还袂出家，还咧做生理，啊，就因老母啊过身呢，他还袂过身年时，啊，我去遐在做生理啊，伊生理。啊！我姓李，啊，去到两个在看，啊，阿东诶，啊，你少年人甲人个行未信路，啊，无啦，无安尼啦，生理认真做较得啦，好啊，一般我出。出场无得，我去华联无得嘞。因老母也翘起，啊翘起，伊家己本人讲，拍电话来，个人我都录来，啊录来才找伊讲，咱都阴暗看伊转来袂啦，哦，都看伫等，等个啊转来就交代，伊就交代无详。啊转来就叫我拍电话给伊，蛮好啦，然后我转来就拍电话给伊。啊！你等下啊！我老母啊，过身去啊！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你甲发落发落人来念经啦！哦，我都甲发落啊，去念经啊！还念经念了煞，安装了啊！啊！还在那等你，等下都在吃饭啊！啊，阿东，阿东。啊！你敢讲是讲叫迷信咯？唔好行啊！你来叫我这迷信的，你来你甲恁老母念经，你若不叫伊都无信，无信的来念经。啊！哎，无啦，他卖讲啦，他卖讲啊！啊，嗯，这款的吼，有诶拢误会真济啦。啊，佛教是咧破迷信，破邪见。爱认为讲是佛教是迷信，伊看做安怎？啊，都发迄抽签卜卦，迄拢是佛教；跳灯问神，拢是佛教。迄毋是佛教啊！就问一个，少年人来，啊来就讲，啊。这个要做佛教，这么甲人袂合了啦，对人袂着顶啦。你甲看迄耶稣教吼，啊信伊个教，啊会使来跳舞，会使饮酒。哎，唔只会用咧，你佛教呢又必修条条，啊袂使饮酒，啊袂使跳舞，嗯，免哪有人来，啊。啊，刚才都还在教佛祖讲话啦，啊，啊，恁能教上好教佛祖讲话啊？我讲，敢有人修教佛祖会当讲话了？我也唔捌看无，你嘛甲我介绍一下，啊，你捌听人教佛祖咧讲话无？所以，我才讲。你礼拜练习佛教练习，有看抽签无？我无斟酌看，吼、哦，你去看麦。啊，你有看宝贝无？
啊，有看连时啊，佛教连时啊，创金顶咧红烧无？你去看卖，啊，那是迷信，这三项上迷信。一个每一个佛教徒去到遐，人遐人闹咧抽签，免不了抽。所以讲，这个要知影吼，学佛就是要学智慧。啊，你若无智慧，你绝对无法度通解脱。所以有智慧，才会当用到咱的觉性。你若智慧，搁来甲觉性相应相来用啊，安尼就是咱实相不济，实相的智慧现出来啊。但是也未入来实相的时阵，一定要先对文字成立。文字是听经、读经、看经、问经。频段听，啊！若讲到听经，啊，我都无闲咧，无闲去学世间法拖去啦，去学啥无闲拖去，去学世间法拖去。你有法度通了到生死？无可能。所以说咧，世间法的拖难，拢总是安尼，看哪无闲就是叫世间法拖去，对文字成立。了解了后，爱去观照，爱去持行，即马再来讲对这个，观照修行，啊，你才会当哦，直直入去，啊，才金天开，一个门一个门金天开，这个哦，什么宝珠伫遮，什么宝珠伫遮，什么宝珠伫遮，迄阵啊才向你当出来，所以。这个叫做智慧，智慧是无形的，啊，有多甲有得。啊，咱普通一般就讲啊，这个较早拢会安尼讲啊，迄、那个道德高精，哦，德道高精啦，德所得的德道高精，唔是德力哦，迄、那个未使读作德力哈。哦啊，那说这道高精，道理你拢捌，会晓行道啊，道理拢捌，会晓行道，咱的行为、三业，甲这个道拢有相应，这个叫做德道，这个道理拢总捌。高精当然就是修行修啊，咱的戒行真庄严。修行上要紧，就是戒行爱庄严的啦。啊，恁在家嘛，披一件这个叫做戒衣。迄领戒衣穿咧，唔通在外口要带来，要教人相骂啊！哈，还是讲妄言，都袂合。所以戒定慧。慧是觉的用，觉是慧的体，所以这个智慧本是无形，啊无形，咱有去用，你有去深入，啊自然智慧直直紧生出来，所以智慧唔是所得的，啊、哦，本来无一个智慧可得，所以无智。本来嘛无一个智慧，虚空本来就虚空。啊，即马有起厝，还是创一个四角框啊，甲创起来啊，像这个温杯，啊，即马掀开咧，内底冒虚空。做这个温杯，啊，虚空造出来。做一个木鱼，虚空造出来。做这个引擎才冒虚空。啊，你若无做引擎，虚空就看无啊。空体，所以无地又无地，一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亦不遮般若波罗蜜多故。
菩提前面有讲，做前面有讲，菩提萨埵是印度话叫做菩萨。这单语啊，单语，像日本话有阿巴桑、阿弥桑，有迄个沙恩。啊，两字啊合来讲，你们呐，阿巴桑、阿弥桑，啊就袂合，吼、哦，赢人，这场赢人，卡达，袂使念作卡兹达，迄同音，所以菩提萨埵，甲这同款意思，菩提，提哩同音，萨埵埵哩同音。这这两字提掉，咱就讲观世音菩萨，安尼较快叫。你要做一个菩萨，菩萨拢总爱分做52阶级：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啊，50阶级咯。搁再来就顶格菩萨，顶格菩萨咧，搁再来上尾啊，迄个。迄都已经完成啊，完成微妙啊，圆妙啊，这个叫做妙觉菩萨。妙觉菩萨就是佛，所以，他十住十行十回向叫做三遍，三遍位啊，也伫凡夫内底。凡夫阶级，凡夫阶级的入去达入去圣人位啊呢，啊，甲十地才叫做十圣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但是甲第七地、七地前的菩萨，拢也会阁退转，机会一日来了哦，一日有趁钱呢哦。未记得修行啊！啊，这个逆境一个来了哦，嘛未记得呀，气起来，阿妈赶紧大调起来。所以这个是凡夫，十住十行十回向，啊个十地哩，这。顶地菩萨，但是七地前，拢也过容易退转。尤其是咱即卖修修个真悬哦，啊，咱后来若无解脱啦，你后出世过来，戒阴之未？菩萨了戒阴之未？一日来咧，未记咧啊！像即卖咧做大官也是好个人，有诶正生是是。我那咧学佛啦，我修菩萨戒修到真高，但是因为来受到有通啊享受，刷住安尼去袂记咧啊，戒阴之未，戒五阴之未，啊，都全咧袂记咧啊。所以印光法师讲，伫地界个众生啊。定一半是修行人，那唔过普通上，那修行走去地狱去，因为你修行人修了来，即时应该爱来享受啊。啊，戒阴之未说未记得修，干那会晓享受呢？未记得修，所以即时会晓享受做作业啊。啊，七座八座，一死了，你的灵魂就搁堕落去啊，黑暗去啊，堕落去地狱。所以，咱若有把握，通啊来得到解脱的法门，只有就是这念佛的法门。以外，你要甲。有把握他解脱了，
无这。